下我的包包里有什么吧。首先是一个 pouch， 然后里面一个气垫，这个气垫真的超级好用。然后就是一个好像是在美国便利店买的一个头绳，这个是薄荷，这个薄荷是非常神奇的，在你吃完饭之后吃一粒，它会在你的体内爆炸。护手霜、香水，香水我真的一般都会带个两三瓶出门。这个应该大家都知道吧，就是那种很普遍的男香。然后这个是马吉拉的爵士酒吧，它的味道就是那种怎么说，很温暖，就是你坐在那个火炉旁边的那种感觉。然后这一瓶是 Blue Double 的13号，就是你定制的时候可以自己选你想要输入什么，然后输入了我最喜欢的数字。也是那种怎么说，中性香。我现在闻这个回想到我在美国游乐园的时候。还有这个游戏机，我最喜欢的游戏是马里奥赛车，就是真的就自己炸啊，非常好玩。对，回去充电继续玩。口罩，这个是一个耳机小包包，对，它可以挂在你身上，就非常携带的，非常方便。然后这样，哦，我的耳机呢？我的耳机呢？对，就是这是我的日常，你懂吗？我已经丢了大概十多副了，没关系。然后手机，好难过。钱包上个月在澳洲丢了，在机场，然后经纪人又帮我找回来了。还有就是这种小发卡，就是这样的，还是拿下来吧。然后头绳、墨镜，纪梵希的墨镜，就是平时比如说你去机场啊，就是长途飞机嘛，要坐个十多个小时的时候，你化不了妆，到时候下飞机的时候你戴一个墨镜就没有人看到你素颜了。呼，还有啥呢？啊，我平时，哦，这里还有东西，这是我平时吃的，就是怎么说呢，保养。对，反正女生嘛，18岁以后就要好好保养自己的皮肤，还有就是像我这种老是熬夜啊什么的。上个月拍摄的时候在澳洲晒伤了，就是完全这边都是黑的，所以呢我最近在吃美白丸，然后赶紧把我的黑色素排出去。然后这两个，一个是就是你饭前饭后吃的，你自己去查是什么东西吧。还有这个口红，平时掉了之后补一补。这个就是我当时在日本买的龙角散，因为唱歌嘛，有的时候嗓子状态不好的话吃一个会好很多。眼药水，因为我眼睛真的就是视力不是很好，之前小的时候手术过一次，然后这边几乎是看不到的，这是一个秘密，所以随身携带眼药水，让眼睛没有那么干燥，保护好眼睛。对，就是这样，这些就是我包包里的东西。然后今天拍摄非常开心，希望大家能多多支持。我是林一卓，下次见，走了。